零一七年王景戏剧节海洋音乐会五号暗时的王景戏港开幕，现场喷水为炎热的热天暗暝带来清凉的感觉，民众享受着热天的海风、音乐响宴，欣赏灿烂美丽烟火，体验一年一摆的王景戏剧节的盛事。透过音乐的活动打造我们幸福彰化美丽完工这样的境界今天真欢喜来代表咱为民国馆长来招待咱全国乡亲好朋友来到咱彰化王宫来吃美食，来逛古街叠加代表馆长再次的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来王宫到了这。王景戏剧节是中台湾每一年热天的音乐盛会，是以亲子为主题的祈福嘉年华，特色菜街、地方美食飨宴、热情学生乐团的演唱，以及暗暝海洋音乐会艺人热情接唱，加放美丽精彩的烟火，一连串的精彩活动，予民众每年拢会记得王景，暖暖王景。爱到王景，趁着阳光开上冲浪，心跳不慌，不要怕弄出胸膛，留一点汗，你成了行囊，让我们趁着阳光看着远方，别当路人甲，让美丽这样靠在你肩膀，我微笑在你旁边身上，你需要有加一菜籽吼，啊，就加一热闹。有咱这个迄、那个腰轮神鼓的这表演吼，啊，现场看下吼，嘛有加足侪人吼，啊，交通嘛用了真顺安尼啦吼。啊，咱迄、那个阿美富这个灯光吼，啊，有这个烟火秀啦吼，啊，有这个音乐会吼，啊，真热闹吼，啊，真欢迎大家吼来王景佚佗吼。今年彰化县政府在王景戏港周边布置一万多粒美丽的 LED 灯火，点光王景的戏港，美丽的烟火加王景新起的架背桥互相映射，为王景热天的暗暝带来一股青春热情的气氛。公益频道林俊明、洪万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